大家好，又是我阿水，好久没见，最近就比较忙，但是听到第五代酒红色的山顶缆车要退役，就怎样都要去一去回忆一下的。去到才发现原来不是酒红色，有点失望咯。之后上网看回才知道，原来6月开始就会转了个车身设计，去到6月28号。之后呢就会停半年做 upgrade。上到山頂就梗係行下街睇下風景啦。全球限量要唔要啊？一定要買啦，冇理由唔買啊嘛！全球限量。诶，冰箱啦，埋位有埋，有埋出地址喎。我一睇就知啦。系啊，有出地址添啊，出地。好啦，分享完畢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